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天台四教一记教观刚中和说，各位比丘，各位比丘尼，各位沙弥，各位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，请放掌啊！我们呢，上一堂课啊，跟大家谈到这个啊，别教的这个啊二谛呢，啊，它是建立在双非的立场。那这个所谓的双非，就是啊，非于有跟无。那有跟无又是人类思想当中固有的那种经验跟逻辑感，那所以我又拿时间的有无来做比喻，也让大家知道说，像这样看起来那么真实的概念，其实它是被虚妄建立的。那么有跟无呢，固然没有所谓的虚不虚妄，因为它不是紫色一个某一个东西，但是它相对在那里，有无相对在那里讨论的时候，这种对应的观念也是很真实的，啊，那么在你的经验中也是那么的真实。你说有，那对应于无，这样子的对应观念，你长期以来就好像觉得在宇宙都是这样的，宇宙之间不是有就是无吗？这个逻辑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啊，但逻辑上确实看起来好像是你经验中没有什么问题，但你要知道，它仍然是有问题的。在梦中讨论有跟无，它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。虽然有跟无是一个逻辑上，寄存的合理概念，可是我在梦中讨论这个合理的概念本身就不合理。欸，你梦中有没有杀人？你告诉我，到底有没有？我梦中，你梦中好像要跟我借钱哦，告诉我到底有没有钱？你梦中好像有偷我的钱哦，告诉我到底有还是没有？对啊，真的宇宙之间逻辑上就要不有就无啊。可是你在讨论梦中有跟无，那有什么意义吗？没有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有跟无是你经验中认知的有跟无，好吧？就算不是梦啦，现在不谈梦了，就是你的经验，你的经验的有跟无，那这你怎么建立有？无非就是五根加第六根。五根的眼耳鼻舌身加上一根，然后解读为有，就是摸得到、听得到、碰得到、听闻得到、尝得到、咬得到，这些你就是建立一个叫做有，对吧？所以什么叫做有，无非也是一个前提，也是一个缘起概念的，是那个前五根有接触、有感觉、有触觉、有嗅觉、有什么觉之后，你才建立有。宇宙之间的所谓的有这个概念也是虚妄的，它本质上也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它是被器官、身体的器官的缘起拱出来的，是这样。所以说到底有没有一座山？废话，我都去爬山了，怎么没一座山？那如果是这样，观音菩萨怎么能够视线有山没山，这个普门视线，乃至于世尊呢，弟子们问世尊说：“哎，其他方国度好庄严呐，药师佛琉璃之地，怎么你老人家的大地，怎么坎坎洼洼的这样？”哎，他在问这问题是在印度，印度已经基本很平了，地平如掌了啊，已经这样了。啊，不像有些地方啊，坑坑洼洼这样，就是世尊还是用大拇指点地，点脚大拇指点地点三下，现那个地主世尊的那个境界给他看。我一看，哎呦，也是透剔透琉璃的呀，哎，怎么这什么世界啊？怎么变这样？我说这就是我的世界，你的世界不是这样，所以你才这样问我。对阿罗汉来讲，那是什么跟什么啊？你的世界不就这样吗？怎么会有两个世界？就这样。
就这样。所以你说什么叫做有？到底他的叫做有还是你的叫做有？所以你的有无也是虚妄见呢、啊？跟你刚谈的，刚上一堂课谈的那个时间不也这样吗？所以你执着那个有无那种对立性的概念，本来也是很好笑的。那既然你这个执着就是很好笑，为什么你不容许建立一个中道见呢？嗯，所以不要再执着说只有有无哈。后来我们又提到了，再次提到了这个吉藏法师，他认为世尊在谈真谛熟谛的时候，事实上是教法而已，他不是离体，谈的不是个离体。他认为离体有一个离于言辞之外的一个最终，那你这些都是教法而已，无关乎那个离体。教法是真实，世尊讲教理啊，就是依着教理理解，但他在描述的是真理，真理另外有的教理行政，那是教，不是背后那个理，啊，不是背后那个真理。那智者大师天台宗的看法是，他既是教也是理，当然他是教法没有错，但他也是谈出一个真理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凡夫有凡夫的真理啊，这没有什么问题的呀。凡夫所认知的二谛有凡夫认知二谛的道理啊，是这样啊。那么这种观念呢、啊，吉藏法师他们认为这个是很明显的中观学者他们的看法，就是那只是一个逻辑推论的过程，真理在背后啊。那么天台宗更加的直截了当了之。一切的教法在本质上面并不离什么，并不离那个真理的啊。那这点就是天台殊胜的地方啊。好，那了解这样了，所以说我们上一堂课说 不有不无啊，不二，这样是不二，这种不二为真，它是这个别教人的真谛。那么暗就是我们的暗语啊，他的我们来解释它，就是别教对应啊，本不相容的有，别教遮啦、啊，对遮，对着相对的遮，相对的遮本不相容的有无二边呐、啊，有跟无这两边不相容，我们人类的经验不就这样吗？所以别教还属于钝根的人，他就是用经验法则。经验当中认为要不有要不无，那有是一边无是一边，我来遮它，不是有也不是无，这种观念已经超越人类经验了，但它遮的对象是人类经验的，遮出来的结果是超乎人类经验，人类要不有要不无，现在我说不有不无，这个超出人类经验的叫做真谛更高。那人类呢，经验中有也有个无，既是有既是无，有是经验，无是也是一个经验。那么说有无皆是熟谛，不有不无是真谛。所以说它不相容，对遮不相容的两边，就不有也不无，这样叫做中谛。但这是淡中的中谛，淡中就是因为你对两边说有，还是有一个对待。那么二乘人呢，听这样真熟二谛的话，他是都不解的。熟谛是说这个幻有为熟，幻有即空也为熟，这样子。所以说这个文字上留久一点，你们这个荧幕的文字要留久一点。幻有是真，幻有为熟，幻有即空也是熟，这两个都叫熟，而且是同时存在的才叫熟。他的理解，幻有为熟，幻世俗的真理，一切都幻有，幻有当下是空，但他终究还是建立空啊。幻有本身就已经是幻有了，它是以幻有的方式存在，
哎，幻有跟有还是两种有，是不同有，但都叫一个叫有，一个叫幻有。哦，你比如说，我们平常的生活，我们凡夫认为那叫有，看电影，电影里头的东西叫做幻有。哦，那里头的东西叫做幻有，所以幻有俗为幻有，但通教人认为一切世间都是幻有，这个叫俗。那么别教人进一步，一切世间都是幻有，都像演电影，但演电影这些存在的幻化的东西，当下是空。通教人认为当下是空是真理，那么别教人认为当下是空，这也是世俗真理，这是俗理，世俗的俗，世俗的真理。他不是就近的真理，在他认知是这样啊。那么这种这样子的认知啊，使得呢别教人跟通教人彼此之间的看法呢，就有了一个高低的差异了啊，有了高低的差异。怎么样高低的差异呢？别教人呢，他把我们之前讲，他把通教的真谛拿来，同时要存在，说你这一真一俗，通通是我的俗谛。什么叫俗谛？就是一个形而下能理解内容的人，啊，这样叫做俗谛啊，形而下理解就是俗。好，那么这样叫做俗谛咯。那么这个俗对于这个。对于阿罗汉二乘人呢，他不解啊，拒不解。第一个他不解，那俗谛他不解了，接下来对不空不有，这也更加不解。有就幻有不可得，幻有也不算幻有，你说他是幻有，幻有是一种有，不是电影，电影是一种幻有，那幻有是一种有，那也不可得，不有。那不空就是幻有即空，也不可得，这糟糕了。幻有是空，总可以吧？不，幻有是空也不可得，就不有不空，那这更加的不懂了。那这就是更加不懂，所以幻有为空啊，那么这个呢是俗谛，他不懂，不可得。幻有的所谓啊空，也不可得幻有的有，这两者都不可得的中道义，这个声闻人更加不懂，所以叫做拒不解。为什么呢？二乘人啊，他见幻有为苦，是这种幻有苦是真苦啊。这是通教人讲，我对通教人说，藏教人就不是了，藏教人一切都真有，啊，也真有苦，啊，最后呢，破的这个真有，才得一个什么？得一个哦，原来受苦的我不可得，或者这个真有不可得，啊，破掉了，那这个时候他才认为，我得一个这个什么呢？这个世间有为空。他说：“空跟有是不同存在的，这个是藏教的，就一般人，这些都是假的。当我知道它是假，我就得自在，所以假破了，我才 得真自在。好，那么到了通教人，假不用破，当下是假，知道这个假是空，啊，就是幻有的作用，这叫幻有对我的作用也是不可得。这样是通教人认为的解脱。”到了别教人来呢，幻有即空，这都是俗，不有不空那才是真理，不有不空它就产生作用了，它就能产生作用了。因为不有，我对于你这个幻有，我也不执着，所以幻有所产生的如幻的痛苦我也不受了。所以看电影别人哭得稀里哗啦，我冷静的看了，欣赏欣赏可以，我不会跟着跑，心里不会跟着跑，不会跟着动，啊，是这样。
但我也可以体会道理。但是我知道那个电影幻影，有人在幻游当中很真实的感受，我不会。接着呢，对于幻游即空，哎，也不会。啊，演电影的啦，那没什么好说。不，演电影我也会好好去演，跳进去好好演。我明明知道是电影，我也会跳进去好好演。那么这就是幻游不空。那这样他就能度众生呢、啊？所以别教人他能够到处去度众生，因为他不空啊。他自己知道是幻游，他又在幻游当中演呢、啊。我知道我跟你演假戏，我也下去努力的演，演得像真的一样，好像以为我在执着一样。不，我从头到尾就不执着，但我演执着给你看。居然是这样，所以他就能度化一切众生，他才能、哦、所以到别教人来啊，他度化众生更自在。通教人知道他是幻有，但幻有的作用对他还是很真实，所以他在这个幻有的真实当中，要么就发心度众生，就他转入别教；要么他就不发心，在痛苦的幻有的经验当中，学着去把幻有看成空，证入藏教人的阿罗汉，回到小乘人。所以通教人是这样，顶多他多了一个幻有，了解他幻有而已。就以解脱来说，要不要么走到别教，走到藏教去，要么走到别教来，是要这样，看他走哪一条解脱路。啊，见解深了一点，解脱是一致的，跟声闻人比的话是这样。啊，我说当分的藏教人比，那如果见解更高，就转到别教人来，他就开始能利益众生了。他知道幻有的境界固然如幻，可是呢，我仍然能够怎么样？我仍然能够在极幻当中，拿他的利益众生，我不会讨厌他。啊，明明就在极幻幻化当中受苦哦，我也知道他是幻化，那受苦。哎，有人做梦梦到有鬼，他还是很烦的，他不想梦啊，梦到晚上睡不好啊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呢，梦到鬼，好啊，我去度那个鬼；梦到老虎啊，好啊，我就给他吃，修舍身法。你看，是这两种不同人呢，后者就是通教，别教人；前者就可能留在通教。他明明知道是梦，他还是不想做那个梦啊，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有，所以啊。谁呀、啊？那个维摩诘呀、啊，就是这样。他视线一切都是梦，他清清楚楚，他还努力视线，他还有妻有妾，但心非常清净。固然是清净啊，不说清净是别教人讲的，原教人心也可以不清净，不清净也是梦，这才厉害。但是你要拿我的话来讲，你就死人了。你就死人了。你说那不清净也是梦，那我继续不清净，你没能力看它是梦，梦也可以演不清净吧？既然是梦啊，对吧？也可以演不清净啊，也开一点缝了，不然空气不流通，了解吗？好，那所以说啊，这个。原教人越什么原足、原顿、原成就、原妙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明明该离的，他能够拿他来利益众生，是原教人。啊，这原教人表现出来的态度，杀盗淫妄都可能怎么样？在他来讲，都是利益众生的方法。哎，我再说一遍，不要拿我的话鸡毛当令箭。这是讲到原教去是这样讲的，那你不要这样干，因为你没能力超越，没能力超越，但懂这个道理的，在外凡就可以懂这个道理，但下面的文也会提到这个事情，所以即使凡夫，但是大开原解之后，他能懂这个道理，那原解深入就能圆福，才能圆福。道理不妨先懂，不过这个懂叫做解文解啦，
不是修解，也不是正解，不是正入的解。刚开始先要闻解，闻而理解。好，所以呢，二乘人呢，见患有之苦啊为实，哎，患有的作用，他你不知道患有啊，那个苦还是很真实的，很真实的。那么 很真实是实苦，更以患有即空而破之，所以他还是破那个东西，那个内容。就是这样讲通教人呢，别教人他就没有什么患有啊，当下是实有，见实有如即空，那才是破有入空，有不存在了，只剩下空，所以他一切都不存在，一切都不存在，那我要度谁啊？所以他才能够勇于离开他亲爱的人。累劫以来，你有多少父母？累劫以来，你有多少兄弟姐妹、妻子、丈夫？你这样离得开，他就离得开，因为都破了。我问你哦，梦中你也在梦，不，电影当中你也尬一脚，你正在看你那个电影，电影都演了，好多人对你有恩哦，你受好多人的解救哦，然后呢，你坐在电影当中，最后呢成功了，好高兴，然后 ending 结束。然后你在电影当中看完了，你会不会再想要进入这个电影当中去演，继续把它演第二出戏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不会啊，知道是电影啊，那电影演完了，导演也杀青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也上市去演了啊，就反正很爽，看得很高兴，票房很好，这样而已啊。电影演完，你那个感觉结束。有恩是电影里有演的，一点都不真实。好，所以呢，再见。啊，他曾经演过我老婆，这个演过我爸，这个演过我妈，现在都去走红地毯，啊，领什么呢？金钟奖去了。啊，那根本电影一场假。我怎么会留恋想要进去再进去电影里头把它完成？不会，这就是阿鸾。电影知道它是电影。哪一天我看透它是电影，电影就是电影了，恩义不存了。你很难想象，我们凡夫很难想象，圣人 OK， 他能想象，他出电影外了，他就能这样想象。所以你会想说：“哎呀，好狠哦！阿罗汉居然可以不度累劫父母。”哎，你不要这样讲他，因为他的理解永远就是电影外的事啊。你要是真这样跟他一样理解，你也会跟他一样，哦，我刚刚不讲吗？你出了那个电影，你还想继续演吗？你不会想要演了，啊，你会觉得你对电影里头那些爹娘无恩无义吗？会吗？会吗？会不会啦？会不会啦？不会啊，当然不会啊，哦，对吧？是啊，所以理亏情肝胆，你不会在公义，哎呦，没恩没义，那是我们还在梦中有恩义啊，对他来讲就没有什么恩义啊，我哪有损谁啊？就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一当年啊，30年前我在看那个阿伽曼尊者传的旧传的时候，我在看，哇，他怎么走得了？正阿罗汉呢，面对他以前老婆怎么走得了啊？我们凡夫嘛，当然走不了啊，我们当然走不了。对他来讲，啊，这电影内的事啊，恩义在电影里头的啊，咱们都在演电影啊，出了电影外了，还有什么恩义好说？不是我忘记恩义，也不是我不在意恩义，连恩义都是假的，你叫我怎么弄？我就报谁的恩啊？没得报啊。所以这样就体会得到，千万不要毁谤阿罗汉，千万不要。要这样体会，他没有做这个事，他没这个心。那好了，但他终究没有在梦中度化他们。那么大乘呢，很有意思。大乘他就是讲到这里来，所以说我教你怎么看待大乘，就是他不怎么样，他不空，他不有也不空。所以既然不空，梦境是梦境，我也不执着它是梦境啊，不然是什么？没话可说，叫做无以明知。我就进去，
哎，既然是梦境，何妨在梦境演他一出戏，调了心。梦可以调心，可以吧？可以。你认为你要出梦也可以，不让梦调你的心 ，OK。梦是可以调心的，啊，也可以吓你的，对不对？梦中遇到老虎追你，你还是会怕。呵呵，醒来了，哎呦，还好是做梦。哎呦，阿弥陀佛了，嘎仔。你会这样想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这样想呢？哎呦，既然是梦，刚刚干脆给老虎吃就好了啊。送他一碗饭，送他一套肉，会让你跑了，会让你跑，所以要控制住。所以有人修梦中瑜伽就是这样，修梦中相应法，瑜伽是相应，梦中要与佛法相应啊，不要与什么，不要与你的我执相应啊。所以老虎来咬，怎么样？给他咬，梦中给他咬。好了好了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。你出了家了，遇到以前女朋友叫做老虎，那就给她咬，你试看看，你拿我的话试看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的，你不要瞎扯。那个是一个比喻，大修行人敢这样做，他从来心一直不动摇，或者他动摇，他抓在一个位阶上，那你会动摇，你就是看到男女贪爱，你就已经恢复以前那个状态了，你还说你要梦中瑜伽，你小少骗我。这就是看起来行动一样，做起来完全不一样。原教人的修法，他修到那个位阶上，你是无法说的，他也不会让你看到，看到你会毁谤他，你会毁谤。所以为什么杀道隐皆是即是戒定慧，那是对那一类人讲。哦，啊，我们不用这么坎坷，因为太危险，那走钢绳。我们干嘛？念一句佛号，搞定。就可以看你懂这个道理，你这句佛号的价值就更高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啊？你不懂那个道理，当然价值也一样高了，可是你就不会珍惜它，你就说哦啊，那这样修，好像只是我们不能才这样修，不是？是你能你也这样修，哦。好，那么所以说，就是放在现实生活修行上，态度会有不同。所以说啊，对于阿罗汉来讲，我们百思不解，说啊，你乃放给他啊，就是放得下，他没有所谓放下啊。梦中的事哪有所谓放？你看完电影，电影里头的爹娘对你有恩，你出了电影院，你要不要跟人家讲说啊，我对电影里头那个爹娘我已经放下了？有没有需要这样讲？有没有需要这样讲？不需要，不需要啊。所以对阿罗汉来讲，没有所谓的放下对过去父母的恩情这种概念，没有。他们的心境跟我们今天。完全不同，他说走就走，他清醒过来，他说走就走，你不能说他，你千万不要拿你那个小心小量去诽谤他，也是，也是。我们看过不少人呢，讲是讲大乘，他这样去看阿罗汉的糟糕了，应当按那块，你当然可以说你是修大乘的更高，高是高啊，你不能用那小乘，你不能用你凡夫的眼光来看小乘人说啊，他怎么没有恩义？哎呦，阿弥陀佛了。这种讲法，但是外道就说我们出家人没恩义，有没有说我们什么不尽孝不尽忠啦，啊，没生小孩不尽孝啦，没在爹娘旁边不尽孝啦，不在社会打拼不尽忠啦，啊，有阿弥陀佛了，是这个啊，这个哎，这个燕雀难以言鸿鹄之志，燕雀小燕子，雀。小雀鸟，七脚长，分脚多。雀子的长，啊，然后鸽子的鸟，鸽子的肚子都是小小心小量。鸿鹄的大鹏鸟，大鹏鸟一飞万里，它飞过来的时候啊，刚好有影子，它鸟太大，有个影子挡住了一只在地上吃腐尸的一只小雀鸟。啊，那个小雀鸟就抬头望着那个大鹏鸟说，你不要来吃我的腐肉，滚。大鹏鸟连理都不理他，就这样飞过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在万里，他不会对你这眼前的小恩义啊有什么念头。世俗人去说你什么佛教徒啦，乃至出家人什么恩义的问题，你就要这种心量。你看哦，有一只狮子
被放养在这个大草原当中。那有一只狗，家犬，从来没看过狮子，被带去参观野生动物园。啊，对着狮子一直吼，你看狮子怎么反应？理都不理他。你会看狮子跟他吼回去吗？不会的，你懂吗？抬头都不想抬头了，是不是？懒得理那只小狗。佛教徒对于这恶意愚痴的批评，我们不用去回应。但对于善意的不理解，哦，那他是善意，他想要了解佛法，那你就要耐心的教导他。两者的态度不同，我们不能孤芳自赏，也不要被这些真的实在是不懂的人呐，你胡闹的人呐，惹得发毛，这也不必。所以这就是有无之间要拿捏，利益众生啊。那么阿罗汉回过头来再讲，阿罗汉因为出梦，所以对于梦境的恩义他是不着意的。那我大乘呢，因为不空，知道他是梦啊，梦不空，哎，这个很特别。所以何妨梦中行善法，如幻修菩萨道。所以菩萨道不执着，人家说：“哎呦，你好了不起哦，你在行菩萨道。”你就笑一笑说：“没有啦，做梦而已啦。”说我了不起是你的角度啦，我干我的。广钦老上常常讲一句话：“嘿，都是你们讲的，那都是你们讲的。”人家在赞叹他啦，人家在说他怎样啦，那都是你们讲。我那意思，我的感，我的觉悟，我的态度不是这样。老和尚这个的法语很直接了当啊。那所以啊，他虽然知道梦，但不离梦，如幻的在那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。那么这个是能够了解不空，所以不有不空，所以呢这个声闻人呢，因为知道这个苦啊为实苦，那只好用幻有即空这个空来破它啊。这一破了之后呢，这两者此皆二元对立的，破它苦是一边，我就破它是一边，对吧？是这样啊，所以就不容苦是一边，破用空破苦又是一边，它不容。因此对双利双破的别教，但中理但中理上所论的真俗二谛啊，皆没有体会，他没办法体会双利双破。双利就是俗谛，他这个幻有实，幻有即空，有跟无同时存在，我也同时破它，同时破说不得有也不得空，说它是有我就执着在里头，说它是空我就远离成声闻，我也不能远离啊，我也不能执着，执着像世俗人，像凡夫，远离像空，像阿罗汉二乘人，所以我就变大乘了，我不入大乘，我不入小乘了，我也不入俗人了。世俗凡夫执着有，阿罗汉执着空，我现在不执着空，也不执着有，所以到了别教来，一定就是菩萨了。原因在这，这样就很清楚，懂吗？那我们当然要这样修，这样修做不来，做不来也不要退到阿罗汉去。干嘛？好好念佛去极乐世界。这个道理呢，因为你在法藏法师这边听过了，去到那里一文百物。你正念佛，你也一文百物，你也念得很好，你会念得非常好。干嘛？有福报啊！我们不会执着那些梦境的事，我们不做啊。梦境的事我也努力做啊。做了也不执着啊。所以既做而不执着，于一切善法能做而不执着，于一切恶法能离而不生嗔恨，而不生对立，是这样。
哇，那心就平坦，平坦更好念佛啊，直直念佛而去。好像念佛过程当中，要是念不好呢？哪一天念不好？哪一句？哪一个小时？哪一炷香念不好呢？你知道，念不好是我的生灭相，佛号在我嘴中出，佛号本身不生不灭，没好跟不好，所以只要我念就有功德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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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跑得妄想纷飞，妄想纷飞不好了，拉他回来，拉不回来照念。我管他的，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又在想其他的，好烦了、啊，好烦，也不管他，照念，自有他的如，自有他的实相意。你看，到了别教来是这样，那还加上一个阿弥陀佛如幻，正在幻中念阿弥陀佛，也可以如幻的利益一切众生，所以每一句阿弥陀佛都在利益众生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哇，行大乘法。阿弥陀，阿弥陀佛，那我的极乐世界那朵莲花越来越大力，我既利益众生，我也利益了自己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很勇猛，有念有转，多念多转，少念你就不转，少念少转，不念你就不转。念念成就，一直猛放，我一大堆讲。对，确实就是这样啊，就是内在的理就是这样，它是有它大乘理在里头的。为什么声闻人会不懂？因为讲到这里来，声闻不懂啊，所以他不会这样。他念完不打不打，他是要修，他是要修禅定用的。他是这样，有没有？因为南传人他会念不打，他说那个才是修禅定。他说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修禅定。现在居然也有人改造念阿弥陀佛拿来修禅定用。他用小乘法解大乘念佛法念佛经，还出书哦，要命！一年前、啊、那个 台大跟台北的那个佛学社的同学照相给我看，我说哦啊，糟糕啊，这个人哦，他想要偷偷扭转念阿弥陀佛的意思，你知道，这现在是见拙了，这个危险过单独批评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他批评阿弥陀佛，我就算你批评嘛，那我就不听你的就好了。他不是，他也在跟你谈阿弥陀佛，你懂吗？哎呀，他把阿弥陀解成小乘去了。哦，这个人居心悱恻，叵测。哎呀，糟糕啊！那这个是大棒，这就棒大乘。这个跟你一般的不懂，那么说阿弥陀佛什么假的啦，不能念啦，那个还要严重，还要严重。哎呀，要小心哦！你业障重，你就相信那个东西。基本上业障不重的不会相信那个了，但我公开讲了，你听到，你因此没有业障，那这更好，那算我也功德赚一份。好，那么就了解这样，所以说二乘人呢、啊，对于这种对立二元不容之见呢、啊，双立嘛，啊，幻有即空是双立啊，幻有见立，幻有即空也见立，那最后他要双破，同时破，不有不空，他不能单破。所以它是同时破，不有不空，但是合起来叫做单一真谛啊，这样子呢叫做复俗单真啊，复俗单真真理。这个是淡中理上，他对于这个淡中的理啊，淡中之理，他不能了解啊。那么呢，所论的这个真俗二种理呀、啊，都没办法体会。原因在这样，那么呢，如什么呢？故如阴亦如哑如聋，如哑如聋，哑说不上半句，聋听不懂，听了等于白听。所以呢，《大波涅盘经》说啊，我与弥勒共论四谛啊，五百声闻未是真谛。我论的是低阶的真理。别教的低阶真理，那么声闻人认为那是最终真理，就这个意思。未为是五百罗汉未为是真谛。因为我们在谈我们谈佛法，那个是比较低阶一般的，他把它当作是佛法的全部。啊，是论四谛，啊，他认为是真谛。换句话说，四谛和熟谛啊，熟谛跟真谛呢是。都在描述一种真理，只是你在能力看法上面有高有低，他把它看成很高的，其实我讲的是比较低的道理，
第一的道理。啊，比如说这样讲，人啊就是也不要忘恩负义啊，忘恩负义啊不名为人啊，这道理好像对啊，可是你拿到阿罗汉身上你就不对了，你不能用你那个角度来看了，恩义也是你想象出来的概念啊，而你懂这个道理你就懂的是真谛，那你顺从他这个意思，基本上接受他这个熟地，所以他那个话要在他的份上说也没什么错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？可是你要执着他， 那你就跟他一样， 那你就错了，你就有了熟地缺了真地。我常讲儒家有儒家那个经验背景下的必要，有他对的地方，你不能否定，否定就离熟地了，啊，离熟地，离世地，就世间地或熟地，世俗地，不能得真地义啊！你既你也承认他，但是你知道他背后里头不是佛教讲的那样，佛教要更高层次来谈他，你要更高的来看他。他是你要承认他的价值是为了佛教，而不是为了停留在儒家的这人伦崇拜跟人间完成而已，不能把这两混淆。印光大师就说了，他说，把儒家的东西当作佛教，那是颠倒见啊，如何如何，他讲了很多。我上次才看到，我就说，哦，老人家骂得可凶了。他以前是秀才哦，秀才都一定要读四书五经的，他很清楚哎，老人家，所以说他不是一般人啊，骂得很凶。他，你知道，印光大师讲话也是很烈的，很烈，是读书人，也很烈，我觉得很好。这样子才能够振聋起聩，特别在这个时代，啊，你要讲的软绵绵的、温良恭俭让的，谁立场不鲜明啊？不行，大家听不懂。所以，因为他是很多的文字，他能够让人感觉很尖锐、很清晰，你才能够体会得到哦。好，那么这样子了哈，所以说共论四谛，他把它听成真谛去了啊。好，再来。其此意，也就是这个意。曰此说啊，亦有随情随智随随情智随智等云云。这个当然就我们之前讲过了啊。随凡夫的理解说真俗二谛啊，或者随凡夫的理解，但是由身由理讲到事的话啊，事相上可以随俗随情。理上可以随智，就他有机会理解更高道理。那么第三种直接随智，你的程度很高，我不用跟你讲是世俗，世俗怎么做，我直接跟你讲理，你以后你就一文百物能够去发挥。随情随情智随智，直接说那个真理的理论啊，这样。好，那么这是这一部分啊。来解释这个别教，此别教二谛取通教的真谛跟俗谛，二谛何为别教之俗谛？之前讲过，此幻有非真，是空啊，这非真幻有非有啦，说错了，幻有非有就是非有啊，这不有，幻有不有，就不有。不有，不有，那就是空了。那么幻有即空而非空，空而不空，那就是有喽。讲后面那个是叫有啊。那么如来相即，本来相即不二，即此相即二之体啊，而显现。中道，此中道教前幻有，幻有即空，啊，这个啊更趋向真理。那么这个什么故为什么呢？故为真谛。那么声闻人因为因为执着实有为俗谛，灭俗为真，所以俗灭了。那么俗谛不见，这时候剩下真谛，所以俗谛是世俗人理解，不是阿罗汉要的。阿罗汉要的真理呢，他必须在真谛当中得，
他不能在熟地当中，熟地当中得，所以灭熟取真。但是自从通教之后，即熟取真或即熟是真。像别教它是即熟是真，就在这个熟上面有真理。幻有，幻有即空。现在不有不空，有我跟你讲不有，空我跟你讲不空。我跟你讲不空，这样子呢，两者双立叫做熟地，双破叫做真地。那么始终啊，这个所以说熟地啊，熟真熟二地啊，这个别教的熟地是双有，幻有为熟，幻有即空。有这个即空的道理，了知它即空。此幻有，幻有非有，即空非空。就有即空非空，即空而非空。那么不空，这就是幻有即空，不空那就不空了，就不空。不空，那这个不空呢，这个本来就相即不二。那么即使相即不二的当体而显现所谓的淡中中道，有是一边，空是一边。我建立的有是幻有之有，我破的空是幻空幻有的空，我会把它破。但我知道这个不能够执着它是真实，所以幻有非有，我是不有。幻有空不空，我要非空。非空，我不是说幻有有就接着放弃了空。没有，它既是幻有之有，也是真空之空，所以空有又同时存在，透过双破而同时存在，不有不空，要同时破。那么要同时破了之后呢，你就得了什么？就叫做不有不空的真谛啊。其实呢，它就是中道中地见。它是中地见，好，我们了解这样了，那么这幻有幻有空，更趋向于真理，故为真谛。为什么说它更趋向真理呢？因为我已经承认你的有是幻有，我只是进一步的说幻有呢不有。那么我也了解你的幻有即空，我能了解，我甚至有误入幻有。即空，即空也不可得，那就是空的是无也，或者不空，所以不有不空。你本来说幻有是空即空吗？现在我说不空，那么就这样子，我建立了个什么？我建立了一个双破的概念，熟地建双建立，我到真地就双破。就这么简单，就双破它。那么这个时候说，这个不有不空，不有不空，不有所以让你不执着，不空所以让你做一切事。你不认识出家人呢？很多出家人讲啊，业障重啊，我要修行啊，我习气好重啊，我持戒持不好。我不做，那个影响我持戒啊，那个影响我念佛，那个影响我住持道场。智者大师说的啊，他要没领众的话，证更深呢、啊。他说，那就我要跟他学。智者大师这样说，是告诉你说，他领众要小心，因为他是凡夫领众，幻有还是有作用，会受伤哦。他是在谦辞，自谦之辞告诉你这样。但你把他话听死了，
都不发心，在道场当中都不发心，共同出波也不去，叫你领职也不干，叫你呢这个平常负责一个什么样事情，打扫怎么样，你都不干。哇，那这个他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幻有不空这个概念。嗯，我要修我的行。哦，你不知道，就在那当中做，你就知道它不空。你这个念头让你带着你去做啊，这就是修行啊。你知道它不空啊，幻有是幻有啊，幻有梦中也要做好多事哎，做了就忘。我法师路常讲，做了就忘，他也在用这个道理，那也是这个道理，做了就忘。但你干嘛做？要忘，那你干嘛做？那就不空呗。当然要做，利益众生呢。啊，干嘛做了就忘？啊，不执着呗，不有啊。啊，不有就是没有啊。我做完，你再问我，哎呀，法藏法师啊，你之前做了些什么什么？广钦老和尚讲说，黑龙你讲的，你说的，你来看说那叫功德一件，我来看跟功德无关。我如中大名大扣，小名小扣，不名不扣。我的实相如，要我做什么我就做啊，做了你认为那叫功德啊？嘿，你可以这样讲了，没有错了。哎呀，你功德好大啊，怎么大？那我就该做就做，是这样。那么这样观念就别教人的概念。其实终究是四种教而已啊，别被通接，别被圆接，那就是被接就叫别教，被圆接就叫圆教，被别接就是别教，被圆接就圆教。那如果通了不往上，那往下啊，它就叫藏教。啊，有一种人他是通教人，通教人他就是停留在那里，不有不空，他也会做一些菩萨道的行为，但他的不空的道理。局限在空有之间，不能往上增，不能往上增。那么到了别教来就不懂啦，别教呢，它能往上升，进入原教。啊，当然他也可以保留他原来他自己，那就是别教当分。啊，别教当分。那么在通教来呢是这样啊。好，那么如果这样了解的话呢？我们再继续下去啊。那么声闻人因为啊，哎呀，因为执着实有为俗，他就这样了，执着实有为俗。那么呢，灭俗为真，把俗给灭了，因所以说真俗是不同时的，俗必须被我灭。然后被我灭了之后，哎，我证得真真空道理，那俗不存，俗地不存。诸位哦，何妨众生皆罪，我自省即好。他想买罪，啊，你呢就度一个算一个。你不是说啊，这些人都假的，我干嘛度啊？他是罪没错啊，他。什么叫真假？啊，如幻的无始劫，如幻的关系，你怎么可能假得了？对不对？所以像这样子的修道，就分不但分大小乘，这种观念也分圆教大乘跟别教大乘的差别。哦，它也是有这种差别。那么这个差别主要。来自于哪？等到我们讲圆教，我们会再提啦。这里也先跟大家简单的提一下，别教呢，他正在度众生，他还是有生灭见很强，他没有落在这个中道实相上，他一直是有空有，他一直是有空有对看对立的，对望，不要讲对立啊，对望，他一直是有，只是怎样呢？只是在他的。真谛当中说不有不空啊，固然呢能够做善事，但不广大，不坚固，不长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是用生灭对待在看呢、啊，哪怕是中道的
但中中道说不有不无，还有个不字在那里啊，就不选择嘛，这样懂吗？就不选择嘛，有个不选择在那里。这本身还是一个什么？还是一个不圆满，所以它叫顿根。到了圆教的时候，说即，他不说不，他不说非，他说即，也就是。比如说，对凡夫来讲，偷人家钱等于利益众生吗？那当然看你怎么偷了啊。在偷还没有去利益众生之前，那钱是变成偷了变你的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有当中的恶。那一般凡夫啊，持戒律啊，不能犯这条戒啊，不然你要忏悔啊，是这样。那么大乘呢，特别是到了别教之后，特别是原教了，我等一下我们提到别教呢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看到啊，对了，是一场梦了，偷人家东西当然不对了，不对，赶快忏悔啊！没有忏悔，你将来遭果报，果报不空啊！他会这样，啊，就是不空，也不有那个有呢，啊，就做那些坏事啊，做开啊，那个颠倒见而已了，没什么坏不坏事的了，因缘如此，他就做那个事了，啊，叫他好好用功，啊，不有不空，空用功。不能不用功，哦，这样才叫不空。哎，你看他还是可以啊，这样子来运用的。如果你了解能够这样子运用，那别教人呢，在很多地方行菩萨道就变得非常有意义了。首先，我不执着，叫做不有，行真谛；我也不空啊，既然不空啊，不要空空的，不要对他都不讲话。这个人来这边学佛要行大乘法，要学大乘法，要学大乘法，那你就要教他，教他你也不要厌烦，也不要执着，说都是我教的，要不就教都教不听，教不懂，就不用这样想，教就教啊，你分内事啊，了不起，没有了不起啦，报佛恩而已，淡淡的把他带过去。当然不是为了带啊，我说他会淡淡的来看待这个事情。诸位，这种别教就真的名副其实，这个道理啊，真的名副其实，让你入菩萨位。大乘人能发这个心，是过去有因缘熏出来。那么如果要是声闻人，他不是没这个心呢？没熏，要不像阿伽曼尊者这么的勇猛，勇猛过头，眼看着这个修行的甜果实就要摘到手，他停不下来，他停不下来，因为利益众生很躁动咩，要应付啊，要思考啊。那么我们如果说住在偏远地区啊，有没有这种发心？那你看着办好了，你根本就不晓得怎么度。不要怎么度就收自己，收起来修自己了。这也就声闻的样貌是这样。但我们有诵大乘经啊，我们就在讲经这个道理啊。那你能够发起来，发起来之后，你知道这做的是有意义，又不妨碍你念佛啊。那你做不做？当然就做了，就会做了。这做样子不一定大家都一样，这没关系，有心最重要，是这样。所以。大乘人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被解读为说他尊贵？杀大乘普发菩提心众生是怎么样？是重罪极重之重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是指杀人了啊，杀发菩提心的道人啊，这重罪之重啊？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这个发心已经临于佛位，临佛位，临了。临佛位接近，所以很功德很大，功德很大。那这个呢，有赖啊，诸位啊，再继续的这个的体会，你就会发出力量来。所以有人说，哎，法上，你很发心啊，这个事你也敢干啊，这个宗教基本法，吃力不讨好。
我告诉诸位啊，我也没有害怕，就不害怕一个不字，我也不害怕又一个不字，我也是推开两边。我不害怕，对的事干嘛害怕？我不是不害怕，做起来很难，我也不是不知道要害，不知道说这个麻烦在哪里。啊，我也知道。这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我不执着他，你是众生共业啊，你怎么执着？我也不执着他，也就是我也不放弃他。众生共业，我也是啊，我都去搅看看嘛，台湾把它翻动看看嘛。再像这次佛七啊，哦，那杨叔帮我坐台，那我就在那边，哎，来的只有两类、三类人，一类少分的居士跟出家人，包括我在内，没超过十个。再来居士大概也没超过十个，好吧，勉强超过一下下。剩下都是法学学者，里头有法学院的院长，有律师工会理事长。啊，你要喂，那我去讲什么？你知道我去讲，我去讲中华民国宪法。哇，你嘞，我和尚嘞啊！对了，这个是一个国的最高法，我在这跟他解释这个。还没解释的时候，人家拿我名片呢、啊，意思意思而已。等讲完了，我才讲15分钟不到啊，12分还几分？有录下来 啊，有录下来，好像对嘛哈、哦，才十几分钟而已，那段就直接给音速剪下来。你看好了，你都一定听得懂。讲完了，人家就要来跟你换名片，他就好玩，师傅你讲得很好。这也不是说我好了，我意思也就是说，嗯啊啊，假归假呀、啊。啊，你假装也要玩的时候，哎、啊，真心下去玩呢、啊，啊，玩归玩呢、啊，啊，又不能执着它是真呢、啊，所以这个“玩”字又不叫做玩，叫游戏人间。所以对于宗教基本法，对我来讲，当然不叫游戏啊，太轻浮了啦。但事后你来看我，就是或者在侧面上看我，我就一直努力，一直努力，努力完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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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的话，感谢三宝加倍啊！不好啊，不好，我自己收起来，自己用。态度上就会这样，就会这样，也不会得忧郁症，也就不会。不然你光渴或不渴啊，你就会煎熬。所以多少人行菩萨道，后来退心，啊，就都是这样来。哦，诸位这样的了解哦，那么知道这个了。最后我们把它讲完了。但即此不二啊，之当体啊，而显现中道，这是淡中之道。那么此中道较前的幻有，幻有即空，这叫做不有啊、哦，就是有更趋向真理啊。哦、这是指的就藏教来通教来说更趋向真理啊。哦哦，那再来，同时是幻有，幻有即空，这是世俗所见，世俗所见，幻有，啊，幻有即空，啊，这样子呢，幻有，幻有即空，就是有一些人他见解上比较低阶的，是这样。这个时候不一定是世俗了，他用的是俗谛，但是俗这个字，它不是指低俗，世俗不是这意思，是指。形而下的表面性的理解，或者相对低阶的一个理解，一个理解，跟它对应的有个更高的理解。好，你比如说我讲一个话，就说，这个有这个啊，有人写了一段文了、啊，上面好像写什么，他就说，要记得感恩对你很好的人。我下面就要留言了，因为那个居士嘛，有的借这个机会教教他们，我就写，也要感恩对你不好的人。然后下面就做注解，我说那对你不好的人呢，让你瞬间长大，而让你呢这个成长的更多，所以你也要感谢他。一般人就这样子啊。哎呀，你不要忘恩负义啊！对，对你好的人，你千万要对他好，一直就这样讲。
我说当然是啊，但难不成这意味着什么？对你不好的人你就要，你就讨厌他、气他、躲他、记得他？嗯，你搞外界，你给我记得，你对我不好，不用。你感恩，你对你好的人懂得感恩，你对你不好的人你更要加码感恩。那他在成就我们道业，成就我们忍辱，成就我们成长。比对我们好的人，坦白说，对我们生命更有价值的，其实是这样。其实这样，就比如说我们推那个宗教基本法啦，好啦好啦，就被人家抹黑成这样啦，那没关系啊，我照推，是有不圆满，我不是不圆满，就我可以改样，我可以改样子，我说只要能过就好，哪怕三条，但有人就给我落井下石啊，那就是政治人物啊。吃饭还在刚开始一直吃饭，转身他就看你，看你这样，他马上就说你话，你要怎么说？哎呀，这有人推这种法，你看看被人家说的这么难听啊，让我们所有宗教界都背黑锅了。哎呦哎呀，好像我做了什么天大坏事啊，要弄一个黑锅让人家背事。我旁边听着就很恨哦，我现在知道这个人怎样，这种人竟然讲这种话。我说没有啊，他讲话蛮对的。哎，你怎么这样讲？就他的角度是这样子啊，所以我们感谢他。我们也忏悔啊，你说的对，但我们努力来洗哦，来怎么样啊？啊，所以我态度就这样，我也不是故意讲给那个人听的，没有啊，我也没找那个人说，也没有。在我的心情上面，就梦中一场，啊，人家怎样讲啊，你就客观听嘛，不然怎么办？听的是不舒服，真的超不舒服的了，啊，不舒服还是得听啊。所以说不有不空，记得哦。不有不空，啊，那么这样子呢？真谛啊，啊，所以更趋向这所谓为真谛。声闻人因为执着实有为俗，那么灭俗为真，就把它灭掉。所以真俗不同时，因此闻此幻有，幻有即空，和不二，幻有幻有即空，以及这叫俗谛，以及不二，非空非有，啊，不空不有，这样。都难以理解，故云如哑如聋，谈不上来，接不上话，不知道内容啊。好，那么呢，今天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啊，下一堂课我们继续再上啊。向下文长，复以来日回向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智归佛。当愿众生，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智归依法。当愿众生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智慧一生。当愿众生，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。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